玩玩，玩玩，玩玩。婉婉，喊你半天了，怎么不说话呀？妈，你喊我了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我最近有点耳背，隔一道墙呀都听不见。年纪轻轻的就耳背，妈，你喊我有什么事儿吗？算了，我自己都出来了，我自己拿吧。你的可不必说的天花乱坠，是天使婉婉，诺贝婉婉，哎呀，忘了他耳背了。哎呀，喊你一下真费劲。婉婉，一会儿下楼下去超市给我买点水果吧，嘴里没味儿。这两天呀，光想吃点酸的。妈，我这腿疼，打不了弯了，您自己去吧。腿疼？刚才还好好的，怎么还腿疼了呢？我也不知道，说疼就疼了。又去哪儿？不是腿疼吧？啊，你出去了吗？不是，你不是腿疼吧？还到处乱跑。下午你大姑要来，多做几个英才招待一下。冰箱里。妈，我最近肩膀疼，胳膊抬不起来了，好像风湿病又犯了，我先回屋了。风湿？才多大就风湿呀？年纪轻轻的，哪来的一身毛病？可能是月子里落下的吧。妈，妈。哦，你刚才喊我了，年龄大了，耳背，稍微远点呀就听不到。哦，那我自己倒吧。妈，妈，你能扶我上个厕所吗？不是我不帮你抱，这两天呀，胳膊疼，真抱不了。我风湿犯了，腿疼，你想吃什么呀？自己弄点就行。都说结婚这头十年呀，婆婆做了什么，儿媳妇就会用后面的40年来偿还。刚嫁进来的时候，生孩子的时候，坐月子的时候，你对待儿媳妇用什么样的态度，等您老了，基本上也就是儿媳妇对待您的态度，她就像一面镜子，照出来的。其实是您自己。